友谊对兔牙的尹恩惠2006年凭借热播剧《宫》成功晋升为一线女星，也是通过这部剧在亚洲范围内掀起了一片小热潮，并且凭借《小米》这部剧成功压过同一时期的宋慧乔的《那年冬天风在吹》，获得了当年的最佳人气女演员以及韩流明星两个大奖。不过尹恩惠在韩国的人气也是瞬息万变的，2015年被韩国网友大量讨伐谩骂，主要原因是尹恩惠在中国参加《女神的新衣》，被韩国网友不理解，纷纷在网上讨伐。同一时间，因为对中国文化理解不够，完成的作品不符合节目组的主题，但却还是被买家以69万的高价收入，这也引起中国网友的不满。在重压之下，尹恩惠也是多次在节目中委屈落泪。最先有争议的是，节目之后，尹恩惠的作品被曝是抄袭韩国设计师的作品，随后更被爆出在拍摄电视剧期间，将不知名的小设计师的作品占为己有，也是一时间全起而攻之。这件事对尹恩惠的打击可以说是毁灭性的。虽然尹恩惠一方坚持表明自己没有抄袭，但这一说法一直不被接受，之后尹恩惠就被雪藏了。两年以来，尹恩惠不时的有爆出接新戏的消息，到至今没有走出雪藏的阴影，复出遥遥无期。不过近日，尹恩惠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自己的近照，气色状态都不错，保养的也十分好，少女感满满，似乎很享受现在悠闲的生活。